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的芝麻开门特别节目挑战大现场。在我们挑战大现场的系列节目当中，我们会带同学们到很多很多好玩又特别的地方，有山川，有河流，有大海，有工厂。我们的现场你在学校看不到，我们的游戏你在家里玩不了，我们的现场挑战的是你的智慧，你的体能，还有你们的团队协作精神。今天我们的挑战现场来到了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村小学，那有哪六位队员能够成为我们今天非常幸运的挑战选手呢？我叫万小彤。我叫周帆。我叫翟小天。我们队是梦想起航队。我们队的口号是梦想起航必胜强。我叫许畅。我叫王佳平。我叫霍兴龙。我们队是超越梦想队。我们队的口号是超越梦想一起飞翔。从两队的队名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今天两支队伍啊就是较劲来的，梦想起航队，超越梦想队。你们是不是因为他们叫梦想起航，所以起这样一个名字要超越他们？对。你们能不能让他们超过？能。能，你看就被我搅乱了吧。我来问一下，今天挑战大现场的比赛，谁想成为冠军？我。喊的声音大没有用，我们的比赛啊一共分为五轮，哪队赢得了更多轮次的胜利就会获得今天比赛的冠军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好，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一轮比赛，对抗大竞技。竞技绑腿挑战赛第一关比赛啊，我们的三位队员可以休息一下，其实也不是休息，你们三个人要负责指挥，因为每队我们为你们安排了12名同学，他们已经两两之间把腿都绑在一起了，他们进行绑腿挑战赛，你们负责协调喊口号发号指令。当然只是绑腿同学们都会跑得很快，因为这样的比赛我们经常会玩，今天我们要增加难度，绑腿的同时还要加上一个球，加球绑腿赛，每队有3次挑战机会，我们给你们3次机会，用时最短的队获胜，我们取你们3次挑战机会当中时间最短的一次作为你们的最好成绩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两队现在可以分别练习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开始比赛。跑的时候一个人来发口令，说一你就迈左脚，二你就迈右脚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。绑腿夹球赛的游戏要求每队12位同学，相邻2位同学的腿都要绑在一起，这对于刚刚组队的梦想起航队和超越梦想队来说难度都是非常大的。现在两队都在利用比赛前的一点时间抓紧训练。一二报一的抬左脚，报二的抬右脚，听懂吗？懂了。对，想起航队这边的训练看似比较有序，先统一好左右脚进行原地踏步，然后等步伐一致后再齐步向前，不知道他们的训练方法效果如何呢？想对这边可没那么顺利了，连迈哪只脚都没分清，这样指挥下去十几个人的步伐能一致吗？是走路就已经歪七扭八了，要知道这回的绑腿跑游戏，同学们的腿不但要受束缚，手也是不能闲着的，每2个同学之间还要夹一个球，真为超越梦想队担心啊，他们到底能完成比赛吗？经过了练习之后，现在两队同学对自己的比赛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谁先来比？我们啊，好，这边比较快啊，
这边比较快。那好，我们有请超越梦想队率先开始比赛，你们比一轮，你们比一轮，这样啊，每队三次机会，明白了？明白了。现在我来给你们发球。超越梦想队做好准备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准备。第一次计时开始。比赛开始，超越梦想队首当其冲。比起训练时，他们的速度简直逆天啊，步伐整齐一致，速度也很快，顺利到达了终点。好，你们的第一轮的成绩是18秒62。待会儿我说预备准备开始，然后我们大家就一起喊一二一二，听懂吗？听懂了。准备预备梦想起航队一出场就气势十足，可惜走到中间的时候，队伍的行进速度就不一致了，导致队伍变形，速度也明显慢了下来。好在他们的口号始终整齐一致，很快脚步也调整过来，齐心协力迈过了终点线。他们的成绩是21秒78。大家一定要注意好协调性。王旭，你们俩一定要抱好球，不要让球爆掉。咱们还要比上次快一些，为自己加油吧！加油！好，第二轮准备，预备，开始！挑战，超越梦想队气势昂扬，很快完成了挑战。差不多啊，差不多。过线就开始计时。现在梦想起航队也进入了第二轮比赛，一路上坎坎坷坷，队员们步伐参差不齐，眼看着离终点也不远了，球却掉了下来。球掉了。啊！刚才这边梦想起航队球掉了，最后时刻，其实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用时20秒了，而同时完成比赛的超越梦想队第二轮他们用时14秒04。你们好快呀！哇，最后第三盘看谁用时更短。这次咱们还要比他们快，这次咱们还要加油。最后一轮两队同时比赛，我数3、2、1，然后我说开始，两队同时出发。但是记住，你们要比14秒04用时更短才有可能获胜，明白了？明白。球掉地，成绩作废，明白了？明白了。好，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第三轮比赛，两队同时出发，很快超越梦想队就赶超梦想起航队，接近终点。可惜超越梦想队的两名同学坐在了终点线上，这局到底哪队率先到达了终点呢？好，还没到结尾。这一轮选不选？这轮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，两队几乎是同时过线，但是这边超越梦想队两个队员坐到了终点线上，在他们挪过终点线的那个同时，其实我们这边的梦想起航队已经率先通过了终点。梦想起航队的过线时间是，如果低于14秒04，你们就赢了；如果低于14秒04，你们就白跑了。梦想起航队的用时是17秒91，所以赢的还是你们。哇，第一轮比赛
比得这么惊心动魄，那第二轮比赛会不会更期待呢？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轮比赛，问答大比拼。第一轮比拼，超越梦想队1-0领先。问答大比拼，举字猜成语。本轮比赛，请看，六位同学，在你们的这边有一个大大的幕布，在后面其实站着十个人，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着一块板，每个人的板上各有一个字儿，也就是说十个字，但这十个字当中有四个字可以组成一个成语，你们一会儿要从十个字当中挑出那四个打乱的字组成一个成语，哪队猜出准确的成语哪队就得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们先试一下啊，我数一二三，那边同学要把板子拿起来啊，准备一二三，爆！看到了，就这么一个瞬间，你们可以看到十个字，从十个字当中找出能凑出一个成语的四个字，他们一共会拿很多次板子，会有很多很多的组合，而每次只有一个是准确的，哪队最终猜中的准确成语数更多，哪队就赢得这轮比赛的胜利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好，调整位置，比赛马上开始，举字猜成语，哪个人先猜出来成语就赶紧告诉我啊，让我看你的答案对不对，对了他们就集体换字，明白吗？好，举字猜成语，第一轮，一二三，爆！一二三，爆！一二三，爆！好，再来一遍啊，我们从一蹦到十啊，一爆，二爆，三爆，四爆，五爆，六爆，七爆，八爆，九爆，十爆，有熊被虎咬。什么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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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熊被虎咬。我们先想出来的。你们先想出来的不对呀、啊。熊被，虎妖熊被。准备准备啊！虎背熊腰。什么什么什么？虎背熊腰。什么？虎背熊腰。回答正确，虎背熊腰的四个同学再蹦一次，一二三，蹦。哎，虎背熊腰，回答正确，你们加一分啊！换字，好，准备，准备啊！一二三，蹦！一二三，蹦！掩耳盗铃，什么？掩耳盗铃，掩耳盗铃，确定啊？确定。回答正确。好，现在掩耳盗铃，四个人蹦一遍，一二三，蹦！好，准备，准备啊！一二三，蹦！对击，成群结队，成群结队。不对啊！好，我们再蹦一次啊！一二三，蹦！哎，那什么拿反了？准备啊！听我的，一二三，蹦！一二三，蹦！还要再看一遍？要。好，一号蹦，二号，三号，四号，五号，六号，七号，八号，九号，十号，三五成群。确定？确定。好，回答正确，2-1了啊。好，三五成群，四位同学跳一下，一二三，蹦！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，一二三，蹦！一二三，蹦！来，准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，这边看得很清楚了啊。朝三暮四。朝三暮四。对。对了。朝三暮四，好，朝三暮四，四位同学，不是说你们朝三暮四啊，拿着朝三暮四的这四个同学，
一二三，播。好，回答正确，3-1。耶！好，准备，一二三，播。一二三，播。好，一号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。一本正经，什么？一本正经。好，他们先出来了，好，回答正确，啊，我们请十位同学再集体蹦一次，一二三，蹦。好，一本正经的四个同学，一二三，蹦。好，一本正经啊，3-2。好，好，准备，一二三，蹦。不对，好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。志同道合。什么？志同道合。志同道合，四位同学再蹦一遍啊！一二三，蹦。好，再来一局啊！准备啊！一二三，蹦。好，一，举重无双。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三七二一，一箭双雕。什么？一箭双雕。回答正确。好，一箭双雕，四位同学再蹦一下，一二三，蹦。一二三，蹦。怎么放出来五个人？一箭双雕。来，一箭双雕，哎，你认数吗，同学？一箭双雕的啊，四个人啊，一二三，蹦。哎，一箭双雕，对不对啊？第二轮比拼，梦想启航队扳回一局，现在两队打平。让我们一起唱，站在擂台。默契大对决，默契闯三关。本轮比赛，每队同学你们要连闯三关，第一关跳大绳，第二关走传送带，第三关颠球。当然不是只靠你们三个人，每队我们给你们配备了7名外援，凑够10个人，10人1队，完成三关。跳大绳要一个接一个，不能坏；传送带要准确到达终点；颠球要连续颠5个。三个任务都完成，哪队用时更短，哪队就获得这轮比赛的胜利。听清楚规则了吗？听清楚了。默契闯三关，第一关10人连续跳大绳，中途跳坏要重新开始。准备好了。好，三，二，一，开始。好，第一个没跳过，从头来啊，从头来。好，从头来，从头来啊！前两跳都接连失败，两次都是在徐畅同学这里绊住了脚。徐同学，你可要加油啊，不能掉链子喽！好，今天好，对，好，传送带快走。第二关，在传送带内，从起点沿道路走到指定地点。记住了，说一万多就刷了来要水。开始了吗？走。一二一，好看，是你。一二一，好，是你。掀起了你的盖头，让我来看看你的美，你的那礼貌的心。
们走偏了啊，走偏了啊。十个人一起在传送带内行走，大家看像不像一只行走的蜈蚣呢？这只蜈蚣已经偏离了轨道，方向的控制关键在于前面领头的同学，而行进的速度则要看十人间的配合了。这个游戏不光要看默契程度，还要看同学们团队间的配合呢。往左边，往左边。越走越偏的传送带不仅会降低队员们的行进速度，弯曲的线路可是增加了不少难度呢，自然也就会耽误比赛时间。所有人都踩过了他们的板子，他们在这里走了一个 L 型。不能在传送带压着板子的情况下，好，回来停，下一步快。第三关，连续不断的完成五个颠球任务，中途球掉落要重新开始。要六圈，准备啊。一四圈了，六。哎，你赶紧得了问题。六。好，准备啊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，好，走。一，二，三。四，五，二，三，差一个，但第一次就连续颠了四个球，这默契度还是很不错的嘛。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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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来，准备啊，慢一点，对，走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三。哎，同学，用胳膊挡球可是犯规的哟。三，三不算，不算，刚才不算啊，刚你手碰的，准备啊。一二三三二三，接连的失败让团队间的信心度大减分，他们还能默契配合完成任务吗？加油，打好啊。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。完成了，梦想启航队能否在时间上赶超他们呢？梦想启航队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！梦想启航队挑战开始，第一关跳大绳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很顺利，如同下饺子一般的速度顺利完成。好，快！第二步，第二步传送带啊！你们只用了十秒钟。站定，站定，快！每个人都得踩上啊！走啊！每个人都得踩上啊！走。要一直走到我们那个颠球的位置。现在梦想启航队进入了第二关传送带的比赛，似乎团队间的每个人都自带感应器，配合相当默契，手脚同步，整齐地迈着小碎步，小心地行进着。加油！不过我说同学们，你们是在赶火车吗？拼命地往前挤，第一位同学的脑袋都要被你们挤没了，同学们欲速则不达呀！加油！我帮你们拉着啊，走！加油！再往前，再往前！好，停！一路拥挤，总算达到指定地点了。现在就看你们的颠球有多默契了。我们再转一下。两分十九秒了。哦。怎么样，放不放？放。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一。刚上来就出师不利，这默契度跟超越梦想队可差远了。快，同学们再送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一。二三四四，哎，没有四个，四个，四个不行，快准备啊，一二三三三，不行不行，准备
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五，好，五，好，你们的用时3分01秒，还是不错的。好，默契大对决，默契闯三关的比赛已经结束了。三关游戏啊，两队同学都顺利完成，也都表现得不错。那么他们的成绩究竟如何呢？三关用时，这边梦想启航队3分01秒，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。这边超越梦想队的用时是，这边超越梦想队的用时是5分24秒，你们赢了。进入我们的下一轮比赛，智勇大较量，袋鼠算算数。第三轮比拼，梦想启航队再赢一局，现在2-1领先。让我们一起唱，智勇大较量，袋鼠算算数。这关比赛，两队同学你看，都已经穿得像袋鼠一样了，蹦一下我看看。哎，我们发现他们只能像袋鼠一样往前蹦。在最远端，我们为他们每队各出了一道算术题，中间呢我们有一些数字牌，他们要选出自己应有的数字牌，在我们出好的符号中根据结果把两个数字填入括号里，哪队填得更准更快，完成的准确度更高，哪队就会获得这轮比赛的胜利。听清楚我们的规则了吗？听清楚了。好，两位同学啊，我们是要同时比赛的啊，接力进行啊，一个人完成一道题啊，明白吧？明白，明白。好，准备，第一组，一、二、三，出发！啊，你坐那减法。哎，够不着了，够不着了！哇，好，好，好，几等于十二肯定不对了，你得有一个20减掉8才能是十二，这儿有20吗？被他抢了，被他抢走了，所以你只要回去换，回去换字啊。超越梦想队本来要用20和8来填空的，无奈20已经被梦想启航队抢走了，只能回去换数字重新再来。虽然第一关已经输了，但是还是要先把算术题做好哟。算术，梦想启航队率先完成，加一分。刚才这轮比赛啊，超越梦想队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他拿到的数字是8，但是呢，梦想启航队拿到的是20，梦想启航队要得25，超越梦想队要得12，所以他也需要20这个数字牌。结果20被别人拿走了，于是他只能重新返回来把8换成别的数字，这就是这个游戏难度所在。同学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哪些数字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答案，不要让自己变被动，这样的话即使你速度稍微快一点，最终还有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好，第二轮马上开始，准备好。好了，看好题目，选好数字牌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我们的这边挂上了2排数字，而且数字
也不完全按顺序了。同学们要更加开动脑筋了，袋鼠们做好准备，第三轮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看好数字啊，中间有一个二，但是上面的是加号，下面是减号。梦想启航队，你们是加二等于二十，超越梦想队是减二等于二十。梦想启航队没有记住游戏规则，第一排数字就选了两个数字，只能返回去重新选择。一点点的失误就是为对手创造了机会呀。那回去选吧。可能你不早点。我早说了，意思只能拿一个板子。超越梦想队抓住机会，很快完成第三道题。非常遗憾，因为梦想启航队他在这边没有拿对准确的数字，所以只能反过来重新再拿过，那当然时间就浪费了。别看对手长得胖，但人家数字算得好啊，所以小胖袋鼠这轮获胜。三轮比赛过后，现在梦想启航队以2-1暂时领先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题目又增加了难度，增加了乘法和除法。刚才你们2-1领先啊，准备，这轮你们有一个乘以三，你们有一个除以二，结果都得是20。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出发！结果都是20啊！20-2，20-2，对不起。鼓掌，鼓掌，散场！再不决定就2-1了。袋鼠你好可怜啊，好，33-13=20，没错，这道题两只袋鼠精疲力尽，这么简单的一个加减乘除竟然没算对啊，来回往返了好几趟，竟然还把10除以2先写上去，看来大家只顾着跑，只顾着拿纸片，忘了最终要算出答案这件事儿，其实算出答案才最关键。但是现在两队都对了，10乘以3减掉13，20除以2再加上10，都算出了准确答案。但这轮获胜的是超越梦想队，现在2-2打平了。下一轮请准备。准备。上面的题目是括号乘以5减去括号等于15，下面的题目是括号乘以5加上括号等于25，听清楚了吗？两队的女生都是算术小能手啊，这么快就算出了答案。目前的比分，梦想启航队3-2领先。最后一轮，超越梦想队能不能超越梦想启航队呢？括号乘以4，加上括号乘以2等于40。
下面的题目是括号除以三减去括号乘以二等于四。注意加减乘除的顺序啊，谁优先？别到时候啊，谁先做到这道题谁就获胜啊。你拿的是多少？五。四分。回来，快回来！快快。五。都回去了。你这多少？十二。但十二乘以二可以啊。二十四啊。没有二啊。二十四的前面，你只要有一个，对不对？二十八就可以。多少除以三等于二十八？哇，那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啊！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，这里我们最高只到二十五。那怎么玩的？二乘以四等于八，十一乘以二，二十二，二十二加八是三十，不对，差十啊，不对，算错了，把两个板拿回去。别急，十一乘以四是四十四，四十四是超过四十了啊。哎，袋鼠啊，你们的数学啊！起立！快！起立！快点！没有！啊！十二乘以二是二十四。你现在找多少减二十四等于四，对不对？好，回答正确。两队同学六轮比赛过后打成了三比三平，所以根据我们的规则要加赛一轮，只出一道题，两队同时来抢，看谁能够率先答对。袋鼠们准备好了吗？最后一轮比赛的代表请举手。好，准备，三二一，出发。括号加十六等于括号。加时赛的题目可是相当简单，答案有很多种，就看哪队同学能以最快的大脑转速和行动力率先做出来了。随便选可以。超越梦想队率先算出了题目，结束了本轮比赛。好，获胜的是超越梦想队。第四轮比拼，超越梦想队扳回一局，现在两队打平。让我们一起唱到山在天上。创意大测试，五谷杂粮化。请看我的手上有一些五谷杂粮，哎，除了吃以外，其实啊，他们还可以做成艺术品。今天两队同学就要挑战一下，用五谷杂粮以学校为主题创作创意画作，哪队制作的创意画赢得了更多大众评委的青睐，哪队就会赢得最后这轮比赛的胜利。听清楚我们的比赛规则了吗？听清楚了。抓紧时间开始吧。以校园为主题，那怎么画什么呀？画个学生。学生那么多，学生画谁呀？对啊，你画谁呀？画关系好的呗。关系好的，那咱们每个人关系好的都不一样。关系那么多呢。对，要不画花花草草。我还就画那个花坛。是吗？嗯，这可是那花坛又体现不出咱这校园的特点呀。那你说咱们学校有什么特点呀？咱学校虽然不大，对，就三百多个人，但咱这学校温馨啊。嗯，要不咱们就画一颗爱心吧。画爱心啊？爱心又没有不关学校的，这又不关学校主题了。好吧。那画老师，老师又对我好，又亲近。那谁对？那画哪个老师啊？谁对我们？你觉得谁对我们比较更搭茬一些？刘老师。刘老师对我可好。王老师，王淑芬老师，王淑芬对我的更好。画一个小孩。你就画校长对我们又好，而且又是我们学校之主。好主意。对，行。那你说校长怎么长什么样啊？这还不简单，皮头脸儿，大眼睛，小嘴巴。咱们要不然画花坛，就画里的那里面的花和
很漂亮。那里的太多，画太多画不好。那用五谷杂粮，用什么豆子可以盖画框？这还没真想那么过。那咱们画学校，去任何的地方画。对对，而且用什么五谷杂粮？我想想，要不咱们画课间十分钟？那好。房子咱们上面用黄豆吧，咱上面用黄豆，下边用红豆，画两层房子。画完学校也不好看。画一。哎，要不画仨小孩上那跳绳？行。五谷杂粮画是以各类植物的种子为本体，通过粘、贴、拼、雕等手段，利用其他辅料粘贴而成的山水、人物、花鸟、卡通、抽象等形象的画面。今天我们为同学们准备了红豆、绿豆、黑豆、白扁豆，还有小米、大米、黑米、玉米等原材料。五谷杂粮画关键讲究的是细心，要用这一个个的小豆子短时间内粘出一幅作品，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。这边梦想启航队已经将校长的轮廓勾画出来了，再用黑米填充做眼睛和鼻子，黑豆填充做头发，小米填充耳朵的部分，红豆做出可爱的樱桃小嘴，再用玉米做项链。你们确定这做的是校长，不是你们的同学吗？这边超越梦想队的作品可就复杂了，光人物就有三个，还有建筑物。他们先用豆子粘出边框线条，再进行大面积的填充，不仅节省了时间，整体效果也整洁不少呢。电视机前的你更喜欢哪幅作品呢？创意大测试五谷杂粮画，两队的作品都已经制作完成了，现场我们也请到了15位大众评审，你们好。有点腼腆。其实一会儿你们的作用非常大，因为接下来他们两队要各自介绍自己的作品，然后你们来投票，你们更喜欢谁，谁就有获胜的可能。好，首先有请两队同学分别来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。首先我们请超越梦想队来介绍一下自己的画作。大家好，我们用五谷杂粮画了，做了课间十分钟。看，我们用红豆做了学校围墙，看起来多么鲜艳。我们还用黄豆隔出了学校的每一间教室和窗户。操场上还有几位同学在欢乐跳大绳，他们的脸上都带着美丽的笑容。我们用八宝豆做了长绳，用黑米做了同学们的做了黑框。这就是我们美丽的校园，希望大家投我一票，谢谢大家。不是投你一票，是投你们队一票，太紧张了啊！看到了吧，这就是美丽的校园，校园里有三个美丽的小姑娘在跳美丽的大绳，还有美丽的学校、美丽的窗户、美丽的红豆、美丽的黄豆、美丽的八宝豆。哎，好，这就是超越梦想队的作品。现在我们请这边梦想启航队来介绍一下。大家看，你们知道我们做的这是谁吗？一个阿姨。错。一个姐姐。错。这是我们用五谷做的我们学校美丽的校长，大家说这像不像？像。谁敢说不像啊？哇，你太有心机了，做校长。有请校长上台，大家掌声鼓励。欢迎。哇，校长确实是一个美女，美女校长。但是我发现首先这发型不太一样啊。今天改了。哦，以前就是这样的发型。哦，校长，那这样吧，您自己来点评一下这个画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这幅画啊，我觉得画的特别像我。因为平时我的发型呢就是画上这样的，所以说明孩子们呢平时也特别的喜爱我这位校长，是吧？对。所以对我的这种发型特点，还有我的容貌特点呢，都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。你们看我呢是大眼睛双眼皮儿，那他们画的也是大眼睛双眼皮儿。尤其你看这双眼皮啊，这个特点抓得特别准，而且呢我的嘴巴也挺好看的，所以呢他们用红豆把我这个非常丰满圆润的嘴唇也表现得特别好。尤其是呢他们也知道我也是一个特别爱美的校长，看看用玉米豆把项链也给做得这么逼真啊，这么形象，而且你用特殊的材料把我给描绘出来了，这就是咱们每一个人都分不开的五谷杂粮。谢谢孩子们。校长，
您说了这么多，我觉得大众评委都不敢不给他们投票了，所以现在请您来点评一下人这美丽的校园。我们的校舍和孩子们在这幅画面当中展示的非常的和谐，孩子们在美丽的安静的校园当中坐着课间十分钟活动，你们看他们在跳绳啊，而且孩子们的表情都非常的高兴，说明呢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美丽的广宁村小学上学，他们也是非常开心的，既学到了知识，同时呢也找到了自己最好最好的朋友。哎，所以呢我觉得我公平一点说啊，这幅画校长个人收藏，这幅画学校摆在校园里学校收藏，两幅画都还挺好。好，我们再次掌声感谢校长，谢谢谢谢。好了，美丽的校长在这里，美丽的校园在这里，接下来就是两队同学的投票时间了。咱们先不管这两幅画他们的意义，单从两队同学的描述，单从他们制作的水准状态，你们更青睐哪幅作品，更喜欢哪幅，就站在哪幅画制作的队员的身后，明白了？好，队员们注意了，接下来就是最紧张激动的投票时刻了。两队同学请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啊，双手捂住，手不能拿下来啊，我说拿下来再拿。好，现在大众评审请投票。我们现场一共有15位评委，哪队获得了8位或者8位以上的评委，就会赢得这轮比赛的胜利。你们更喜欢这边这幅，还更喜欢这边这幅？好，现在的情况是一边获得了9票，一边获得了6票。认为自己获得9票的请举手。好，请睁眼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6票，这边9票，你们赢了。最后一轮比拼，梦想启航队3-2赢得最终胜利。通过了5关比赛，两队同学今天玩得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哇，下回比赛还想来吗？想来。当然，是比赛总有结果。今天获得冠军的就是我这边身穿橘红色队服的梦想启航队，恭喜你们！好，你们获得了冠军的荣誉证书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！当然了，超越梦想队。虽然你们没有赢他们，但是也希望你们能够超越你自己的梦想啊！好，我们亚军的荣誉证书，谢谢。我们挑战大现场的节目就是这样，在不一样的现场带给你特别的挑战。我们现场已经为你做好准备，电视机前的你也想来挑战吗？今天的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一起走牵你的手。